去年在台湾发行第一张英文专辑，成绩亮眼的大马艺人钟杰希，五月在推第二张专辑，由澳洲制作团队重金打造。钟杰希以摇滚公主造型登场，七首歌曲展现不同曲风和演绎方式。澳洲经纪人也特别飞到台湾帮他站台，同时也邀请歌迷参加6号在西门町的唯一一场签唱会。